Hello， 你好，Hello， 各位 ，Hello， 介绍一下吧，我们银河系乐团，叫我小马，小马 ，Hello， 像不像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蟹老板？哇，这是谁啊？呼呼嘿，掌声呢？掌声，掌声。打拳这个一v一嘛，大家就是要没有顾忌，像男人一样，所有的顾虑说出来，给我们来个那种 cut， 可以，比如说谁谁不要再吃我的冰淇淋啊这种话。哎，你有看节目哎。然后一v一，选一下人喊上来，我要干副司长，我要把这几天的愤怒挥洒出来，我要给你打回学校，信不信？你怎么每天叫那么多呀、啊？每次回去你在那睡觉，你在那睡觉，你怎么知道？来，三二一 ，fight！ 你知道当 FN 真的很累。打上！小马别客气，小马别客气。有没有感觉打完之后这个心里的压力释放的可爽了？我被打得特别的爽。比完赛节目我要再打一次。可以啊。小马上台还会紧张吗？现在？其实是会的，但我觉得上台紧张是一个比较有必要的事情，就是会让你变得更集中。来这个名人之子是我第一次上台，我上过第一次我就趴下上了，一上过去我就不想下来了，巨喜欢这个舞台。